小孩都喜欢玩游戏。小孩玩游戏啊？哎，不能拿小孩，也不算小孩了，大就是大人也是一样玩呢。可好玩了。是啊，我也进去玩过，我也说可好玩了。是吧？玩的就不睡觉了，你说我可能控制自己玩，玩着玩就可以。现在练了专注力了。可是因为控制不住。这个真的是，很多小孩玩的眼睛也快不行了。对呀、啊。是吧？玩上就停不住。确实，这个世界没有比游戏更好玩的事情了。对呀、啊，他可以追起来。所以他一玩游戏就吸引住了嘛。对呀、啊，如果游戏之外，杀很开心的。这个世界没好，没有游戏，这个世界的游戏不好玩，那个网络里边的好玩。这是对灵性有没有伤害？哎，肯定有了，对眼睛就有伤害嘛。对呀、啊，都近视眼。是啊，近视眼啊，眼睛。老实说，我也没好办法。我也不知道咋弄，对吧？还是这种网瘾啊，还是这些？不是，其实也他们玩，并不是说也挺开心。所以我觉得做些，我不是现在弄点黑官方，把他们圈进去，让他们闭关，断一切网络，断 WiFi。怎么可能啊？现在网络现在、哎、闭关啊，闭关让他有成就感啊！你看，闭黑关没有电，闭黑关孩子们里边啥也没有，没有电、啊。哎，说你在黑关里可以看到游戏里所有的境界，从那个黑暗之中可以看到，啊，诱惑他嘛，然后他进了黑关，他就慢慢他就长大了嘛。因为其实孩子们也知道这样看眼睛很疼的，而且这样会，你知道很多那种玩游戏的，就是成，尤其是的十六七、十八九的孩子，他玩完，他连着几天玩完游戏，他很空虚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他一晚上不睡觉，然后早上才睡，睡到下午半下午起来以后，你知道那些孩子，尤其大学生啊、高中生，他会觉得一无所有，因为在虚拟网络出来的人会觉得很空虚，他会觉得这个世界是虚妄的，就是虚幻，有种幻境啊，而且自己一无所有。你说读大学了，老师家长管不了，不用管，你导引他，知道吧？导引他做更有意义的事。让他觉得实实际际有成就感的事，他就从虚拟里边走出来。你不是骂他管他，他要改这一届，他必须拿起这一届。小孩子，你要让他放下坦克，一定给他个枪，知道吧？小时候的玩具啊，让他放下这个，一定拿起这个，拿另一个玩具代替你这个，我觉得是比较好的。那现在没有比游戏再好玩的了。那看你跟他学，那不见得，不见得，因为打多了他也不想打了，没啥好玩的。因为相比较嘛，好游戏也就那么几个，很快就打完了。现在游戏也可以赚钱，嗯、这就好在这里讲的，没办法。哦，赚钱，哎，家长说不给钱，他自己没赚呢。那也挺好，如果他的底子真的很好，打得很快啊，能赚很多钱，让他让当成职业也可以啊。但是他赚不了太多钱啊，他赚的那些钱不够他玩游戏的，是吧？你跟他说，而且那个赚钱对他的眼睛啊什么是影响挺大的。其实大学生已经知道了，不像十几岁小孩不知道。如果一个高中生跟大学生应该知道这件事，对身体，你他只是没有其他更好玩的，没有成就感，知道吧？你让他做其他的事，他马上就转了。但是说极个别的转不了的，那也没办法，真的是。从小我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原因，没有跟父母在一起长。与这个没关系，在父母家长大的也玩游戏。就是不听父母的嘛。哎。很这个游戏与父母问题，在不在跟亲戚父母都没关系，游戏那么好玩是吧？好多成人都爱玩。我都没办法进去试试，真的很好玩。是啊，真的好玩。说实话呢，它不是假的好玩，那个游戏也可以玩啊。有人是针对游戏讨债的，还是还债的？就这种说法，只是为了让他们宽解这个父母的这个，是不是对子女的那种对不是情绪啊？不是，众生就是以各种因缘相聚的。